Por aí.一脉孔明苏轼，一剑随风苏挂为哪代白玉环？以父老子加了金色，这是阶级的区分，也是实力的代表。要入还珠楼有三个条件，第一，武术学者需要以实力证明；第二，既有组织者需以金牌划清关系；第三，拥有还珠楼所爱的条件。